我们的饭来了。饭来了吗？对。哇，我们的吃的老挝米粉。看看我们今天来的这个市场，一半是卖菜的，一半是卖这种日用百货、服装、鞋帽的。大部分都是老挝人，应该只有我一个中国人。我吸住。一个帅哥，一个美女，在这摆地摊，浪费了。可惜了，有帅哥没看到，是不是吗？我们今天上午收成这么多，这今天上午的收成，今天的这个摊租已经是回来了，现在差不多中午的一点钟，我们去买点老挝的小吃的将就一下吧。啊，我们现在穿什么还是这次？穿鞋子。穿鞋子。啊？穿鞋子。那里有个桌子，在那吃也行啊。这里是卖吃的，我们来找一找，看看有啥吃的吧。这个一个一个里边罐子里面装了，就是他们平时老挝人爱吃的一些，也可以说是他们的老挝是类似于我们中式快餐那种吧。每一个里面都是一样菜啊，就是拿那个塑料袋呢装一些，打包带走的。老式快餐，这应该是菜呢，是这个是他们的蔬菜，都是这种用塑料袋装起来的。这些是老挝的烤肠，咱们就来看，今天开复合不？复合，啊，复合，不盖米吧？嗯，好，爽。嗯，爽。嗯，在老挝这里，我们还只能接受这种老挝的米线了、啊，老挝版的米线，就是这个碗里面这种的。米线里面加一点鸡肉啊、牛肉，配菜呢就是这种豆芽和这个鸡血或者是鸭血啊。我感觉他们做的那个粉那个分量可能有点不够啊，问问这个隔壁这家有没有糯米饭，买点糯米饭再加一点。哎，你烤鸟吗？二三盘。买点糯米饭呀、啊。老挝的糯米饭挺好吃的，三块三千老挝币啊，三千老挝币也有挺多的，一般的一个人是吃得饱的。好摘、啊，我们在这家点了两份老挝米粉啊，还有两瓶可乐，一起是34000老挝币，差不多多少钱啊？18。20块钱左右吧，人民币。好，加油。我们的饭来了。饭来了吗？对。好加油。好加油。好加油。加一条好松白的。加油。哇，我们的吃的老挝米粉，这个是配菜啊，里面有这些佐料，这个是那种类似于番茄酱啊、醋啊，还有这个辣椒酱，这个是巴带臭鱼酱，这个是辣椒粉啊，还有生菜，这个薄荷，这个柠檬。看看这个粉啊，两份，我感觉我就可能吃不饱，所以就去加了一份糯米饭。哎，你的可乐呢？可乐它待会还要搞送来。我们吃这么丰盛吗？这旁边估计都觉得我们不是来摆摊的了，太奢侈了，一个碗、两个碗、三个碗、四个碗、五个碗、六个、七个、八个，两个人吃八个碗。还有没有皮筋啊？头发。克服一下。哟，这不，我的天，调味料上的皮筋吗？你要用调味料的皮筋放头发吗？是啊，头发太多了。快帮我加东西吧，我就只要辣就行。生活不易啊，太惨了，太惨了。老公干个杯呗，先干个杯再加呗，干个杯。今天大卖。大卖。